陈坤开直播人气旺，李荣浩舒淇变小粉丝狂刷评论。6月10日，44岁的陈坤在直播中为自己的公益项目《行走的力量》招募行者。直播中，陈坤穿着简单的黑色外套，状态极佳，帅气依旧。李荣浩、舒淇、白举纲等众星也现身评论区，化身小粉丝狂刷评论。直播开始前，李荣浩就赶来支持，连发多条评论：“你们都慢点刷，我哥看不见我了，我哥帅，别紧张哥。”看到评论后，陈坤还在直播中向李荣浩打招呼，并表示感谢。除李荣浩外，白举纲和舒淇也在评论区发布多条内容，化身小粉丝，十分有趣。